心不间断，募集一万份热血，大大洗手让爱汇流，捐血嘉年华等您来参加。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最受国人青睐的保健食品益生菌，除了维持消化道机能，帮助入眠，医师表示，选择特殊菌株的益生菌，可以藉由改善肠道环境，让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稳定，增加深层睡眠，提升睡眠品质。每日定时补充益生菌，除了选择足够的剂量，搭配不超过35°C 的开水，平时维持良好作息，都有助于提升益生菌的作用。喂，你好，我是慧琳。头条话题带来关注了，震惊全台的宝林茶室中毒风波持续延烧，现在通报不适案例已经达到了19例，造成了2个人死亡，而且有5个人他们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但是离谱的是，业者竟然漏报一间餐厅一直到3月27号还有营业，而被推测造成食安风暴的关键毒素，相关单位扩大稽查。而这个宝林茶室的创办人呢，今天到了北市府接受约谈，他全程不发一语。宝林茶室中毒案持续扩大，陆续有受害者身体不适通报，截至28号傍晚，已经累积19人疑似食物中毒，其中5人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已经累计2人死亡。短短几天，食安风暴震撼全台。回顾最早事发日出现在3月19号，但风波烧了好几天，却又爆出宝林旗下竟还有餐厅偷偷营业。也请这一家额外漏报的店立刻停业，刻意的漏报这些职业的地点是非常严重的，积极的研议当中，对于这家违规的店进行严格的处分。北市卫生局清查发现，在28号上午，相关平台业者竟还有漏报，这间马来西亚餐酒馆在3月27号持续营业。目前虽然已经补证，但北市府也将怒开罚，最高可罚到300万元。炒果粉下肚，竟会天人永隔。专家怀疑食物内藏有米酵菌酸，恐是致命元凶。而有学者提醒，过去在东南亚有酱料在发酵过程中遭到污染，因此产生米酵菌酸。相关的食材的作业都暂停哈。那我们今天哈还会持续的，包括酱料使用的料理包，包括他使用的相关的配套的食材，会做处理跟了解跟调查。法医28号一早抵达板滨，对2名死者解剖相验，到场家属神情哀伤，不明白为何亲人走得这么突然。死者妻子也哽咽，希望能讨个说法。第一时间选择报案，请检察官来相验，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北市法务局28号傍晚找来当事业者与保险业者等单位开会，宝林创办人李仿轩抵达现场，面对记者追问，全程不发一语。还被爆出相关责任险早在去年10月就到期，由于未缴保费，保单全失效，受害民众恐难拿到赔偿。重大食安事件让全台人心惶惶，到底漏洞出在哪？就待相关单位查明真相。记者王志文、陈轩 SNG 小组台北新北报道。好，不过现在外界也很好奇哦，如果说所谓的这个果条呢会产生剧毒，那为什么过去台湾从来不曾出事？专家说，在脏乱的环境当中，有可能让致命的毒素呢增加。我们的记者直击了宝林的这个饶河分店，金件疑似回锅油，鸡蛋更是没有冷藏。附近邻居说，经常看到老鼠跑来跑去，甚至有些产品恐怕早就已经过期了。这个龟阿屌竟然能吃出2条人命，宝林茶室负责人李仿轩终于现身北市调查会议。为什么不缴保费？没保费吗？
李董一开始为什么没有道歉？中毒案疑云未解，宝林茶室遭指控卫生条件不佳。记者直击宝林台北饶河街的分店，发现遭勒令停业的宝林咖啡馆，鸡蛋随便堆放在外头的塑胶盒内，放任太阳曝晒，完全没有冷藏。一旁的油炸机内，炸过的油没有倒掉，已经炸到变深褐色，不知道是不是等恢复营业继续用。就连饭锅内的白饭，过了一个晚上还在继续焖煮。他们好像说里面的员工怎么边煮饭都还会抽烟。对，他们都会啊，有的没有的，都好像换了一星期或者两星期。那个小肠很多，我不敢做，怕卫生习惯很烂。没有处了，包了，规定一天查一挂垃圾，排起来捡来捡去。不光是环境脏乱，甚至很多食材都不知道有没有放到过期。立功营进毁，弄囤放弄作古哎。带来买买弄的是快弄到买半个月以上，因为生理不好，加上我加减勤，你听无？那会做问题，起码都做问题，那会做问题。台湾爆发史无前例食品中毒死亡案，外界怀疑元凶是剧毒的米酵菌酸，但大家纳闷为何龟阿条过去都没有问题，现在却出事。专家透露，这种致命病菌，除非在4度到零下18度可以抑制，否则在26到36度的环境中会大量增殖。专家说，第一个可能就是环境真的太脏，搞出来的病菌。怎么突然吃顿饭吃个龟阿条就会死掉，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探讨国外的案例呢，他们大半都有这种环境不解，就呢然后产生了相关的菌种，然后释放出这样的毒素。难道真的是脏到出人命？有专家判断，台湾过去从没这种案件，这回恐怕是食材来源有问题。是一个号称是卖东南亚食物，它会不会有一些食材它用到的一个香料包啊，或者是调味料啊，以前呢有这样的细菌的地方进口？不明的剧毒仿佛从天而降，真相未明之前，国人对食安的恐惧无法平息。记者黄义俊、王志恒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宝林中毒案中呢，这个怀疑哦果条有问题，但是同一家制造商呢还卖给了其他17家的业者跟零售商哦。不过目前都没有传出有中毒的问题，有人高度质疑，恐怕会不会是有人下毒呢？刑事专家说，过去南投也有案例，以为是食物中毒，但最后竟然是情杀。宝林中毒风暴真的是果条本身出问题吗？果条制造商就在新北，除了宝林之外，还卖给了三家中盘商、四家餐饮场所和十家零售商。新北启动抽烟调查，还要求回收下架，但是东西早就卖出。如果是果条本身有问题，其他间有没有中毒通报？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个案出现。如果是果条本身出了问题，为什么其他店家通通没事？宝林五天之内有40人吃了果条，为什么不是多数人都有中毒的症状？因此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刻意下毒？没有排除，朝着各种可能性啊，再进一步的侦查。有专家说，过去南投曾发生农民集体中毒的四死命案，当时也以为是吃猪肉里头的肉毒杆菌造成食物中毒，没有想到竟然是情杀案，因为凶手不满女友嫁人，把催化剂掺到米酒当中，导致四人身亡。喝酒，然后呢吃猪肉，真的找到这个肉毒杆菌。本来也认为说就是这样，就得到一个食安产生的问题而导致四人的死亡。可是呢，问题它的症状，而且速度太快了，一检验呢，赫然发现真的是有高剂量的这个催芽酒。他在呢米酒之中，他做了一个600cc， 然后加了100cc 的鄂绿乙醇的米酒。如今到底要怎么分辨是食物中毒还是被下毒？专家说，必须透过解剖看肝肾组织是否有毒药物的反应，才能进一步判断。抽他的心脏血嘛。好，另外呢，在尿液要了解他的代谢路径以及代谢之后产生的东西，还能往回推。全国第一次吃果条吃到送命，是食物中毒还是被下毒？各界都在等一个真相。记者黄明君、陈真台北新北报道。好，这回这个宝林茶室的风暴真的是震惊全台了，尤其这个病患短短12个小时之内就引发了肝肾衰竭，甚至是败血性的休克死亡。而且呢，这个加护病房的重症患者都是中壮年的族群，不少专家把矛头指向了米酵菌酸，有酒类的食品最容易滋长，只要一毫克就会导致死亡，致死率达到了40%到100%。
宝林茶室风暴震惊全台，短短12小时就引发肝肾衰竭、猛暴性肝炎，甚至有人败血性休克死亡。现在加护病房里的重症患者年龄层落在40到53岁，正是中壮年，却依旧挡不住猛烈毒性。各大医院医师也都坦言，这是台湾首见案例。不少专家把矛头指向米酵菌酸，但这毒素到底从何而来？是不是储藏的环境出了问题？无意中呢，达到这个适合它的生存环境，买的这个原料如果是从中国或印尼的一些原料来呢，其实就大大增加米酵菌酸的机会。恐怖的是，米酵菌酸无色无味又耐高温，大多来自玉米和黄豆制品，以及米或椰子制成的发酵食品，因保存不当产生毒素，只要一毫克就会导致死亡，致死率达到40%甚至100%。我泡了一天、两天或是3天左右。那他们的泡的温度大概就是22到30度，卫生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被这个糖菖蒲博克氏菌所污染，发酵的环境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毒素。专家也提醒，三类食品是高危险族群，谷物类制品或发酵品，像是河粉、肠粉、年糕、玉米淀粉，以及薯类制品、粉条、甘薯面、红薯淀粉，还有需要泡发的黑木耳、白木耳，都可能因为环境卫生不佳，泡发过久引发变质，造成米酵菌酸滋长。在一般的烹煮来讲是没有办法把它破坏，我们一般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是没有办法分辨。常常吃这些东西的人，他可能会分辨出来味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前台大急诊主治医师李建章建议，短期之内重复加热的米食或面食都应该要小心避免。记者余胜行、曹文林台北报道。镜头转到日本，日本最近也爆发了食安风暴哦，主要是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保健品风暴，又增加了2例的死亡个案，目前已经造成了4个人丧命，106个人住院。那主要是哦，很多人吃完之后，他的肾功能出现了问题，已经通报了3000个案例了。在日本，有民众连吃3个月，就医健检发现了肾功能下降到如同80岁的老人。那么小林制药赔偿了日币18亿，在台湾也出现了首例。有一名70岁的妇人吃了3-4年呢，造成了急性肾衰竭，1个星期洗肾3天。他的先生哽咽地说：“现在是活活在等死，已经通报了卫福部，要向小林制药来求偿。”日本小林制药大厂含有红曲成分保健食品，如今却成为了致命毒药吗？连环爆出，民众吃下后出现肾脏疾病，至今造成4人死亡，106人住院，累计通报3000多例。日本这名30多岁男性连吃1个月，身体却异常疲惫，夜间常常起床上厕所。还有一名45岁男性，今年1月起天天服用，第3个月后健检，却被医师告知肾脏出问题，肾功能下降，跟80岁老人一样。小林制药认错赔偿日币18亿元，折合台币3.8亿元。台湾疑似也出现第一例受害者，就在高雄。上班就是水肿，会看得很痛苦。陈先生边哭边诉说，他的太太现在得洗肾度日，无奈又无助。2020年到2022年3月间，吃小林制药红曲作为原料的胶囊共80盒，直到2023年3月，因为太太腹泻吃不下又胃拱啊，就医竟然发现是急性肾衰竭。5月开始洗肾，1星期3次，太太从50公斤暴瘦，剩下39公斤，从此人生变掉，如同活着等死。今年3月接获大医生计通知，红曲胶囊已经下架，要求消费者请暂停食用。陈先生气炸了，通报卫福部，并打算向小林求偿。那这样人生有什么意义？这讲不好听，人都等死了。但是日本的大使他给我回信，很官司化，他说叫我请医师告，要求小林制药尽最大的一个赔偿，然后甚至不排除做进行国际诉讼。台湾大医生技公司使用到小林红曲原料做成胶囊，2年卖出3万多盒，但医师表示目前还不能断定真正致死因素是什么。不过台湾已经有31家业者自主性通报，食药署27号已经将国内121件产品预防性下架。大医生技因为也使用到原料，目前已经下架1.2万盒，健康食品变成致命毒药，风暴烧不停。记者刘世志、王淑红综合报道。惊险画面来看到了，今天下午1点多，热闹的台北市信义商圈，惊爆天降这个铁条砸到人了。有一对从香港来台湾玩的母子哦，他们走路行经了信义威秀的时候呢，正在施工的影城的鹰架，竟然从10公尺高，那么掉下了一根长130公分的铁条，母子俩呢当场惨被砸中，紧急送医。
被打到了，救护人员过来协助他们一下，因为他们母子他们游客。走在新义维修商圈，竟惨遭铁球从天而降砸正着，母子俩全身颤抖，惊魂未定。铁条从外面打到这边来，刚才铁条打到我的手。因为我诱惑是我的小朋友，他被打到手背，然后他的铁妈妈保护儿子，两人都受伤，赶快叫来救护车，紧急送医。母子俩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想不到到热闹的信义区逛街，竟被微秀影城施工铁条砸伤。这辆车打翻吗？他的杆子还没有装上去之前，放在旁边滑下，是第九层的地方。劳检处人员获报到现场了解勘查，发现原来竟是长约130公分的铁条还没固定好，放在第九层阴架的踏板上。疑似被风吹落，先是向外喷射 K 道路树，再往下掉落，狂坠10公尺，猛砸路过母子。更离谱的是，这是施工第一天，钢骨结构的开始要更新整修的过程，才刚施工的第一天哦，那就刚好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深感抱歉，全力的负责到底。强调会先停工并加装防护网，但安全措施没做好就开工，不但被劳检处依法开出12万元罚锾，监管处也查出外墙阴架没经申请就施作，开罚9万元，勒令停工。毕竟北市蛋黄区人来人往的信义商圈，警报影城施工天降铁条砸人，恐怕任谁经过都会胆战心惊。记者黄天耀、黄玉兰特别报道。收发部呢，今天上午经传有一名男子呢持散弹枪闯入一楼大梯，狂开了3枪，还一度要冲上2楼。原来嫌犯是一名南投的民宿业者，他自称不满政府贪污弊案频传，但收发部一年却花人民上百亿的纳税钱做大内宣，他认为是官逼民反才会去开枪发泄。嫌犯一手提着枪，一手叼着烟，不断挥手驱离，不知情的民众还差点冲进去。又要开了，拿枪起来了。保全赶紧把人拉开，说时迟那时快，男子对着大门又是一枪。哇咧咧咧，对面民众看傻眼，就怕子弹不长眼。28号上午10点多，张姓枪手头戴渔夫帽、迷彩外套，闯进台北市延平南路数发部办公室，持霰弹枪朝着天花板监视器开第一枪，保全以及其他人惊吓逃离，接着朝楼层简介以及大门口各开一枪。我们的警卫同仁很快就制止他，然后同时报警。他本来想要上到2楼的办公室，但因为我们警卫同仁有立刻通报，各楼的门是把他关起来的。警方到场，嫌犯立刻投降。根据了解，54岁的张姓枪手在南投开民宿，还曾经上过节目、拍过纪录片。疑似疫情后观光持续疲软，在脸书写下千字文抒发情绪，表明是官逼民反，不满时政贪污弊案、抹黑造谣，特别不满数发部只会帮政府大内宣。张姓枪手到案后更大吐苦水，数发部一年200亿预算打诈却不见成效，还花3000万装潢，拿人民纳税钱出国爽。27号晚间从南投北上，带着2把枪轰爆数发部。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不满？唐部长施政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将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刑法危害恐吓公众安全罪，送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追查，张姓枪手手持霰弹枪，竟是制式武器，自称是3年前上网购买的，来源还有待厘清。只是一时冲动持枪乱射政府机关，一手经营的民宿恐怕再也无力回天。就姚一强、李彩珊 SNG 小组采访报道。军中丑闻再添一桩哦，这回还烧到了国防部长身上哦。有媒体爆料，国防部长邱国正他在这个国安局工作的儿子邱晃年多次找小姐寻欢性交易，事后他甚至还写了笔记记录心得。对此呢，国安局表示了已经立案调查。有媒体爆料，国防部长邱国正任职于国安局的儿子邱晃年找小姐寻欢，曝光的照片中不但有多位应召女子的宣传资料，邱晃年还疑似亲自写笔记，媒体甚至透露有超过20张照片与多段性爱的影片。对此，国安局表示已经立案调查，只要有违法就不会姑息。因为这个当事人的身份特别的特别，那是不是因为呢他的父亲的关系，是不是他平常的行径有没有作威作福啊？哦，有没有试着老爸是老大，还是说背后甚至
于他用他的身份不只是在军中，乃至于还让人家招待他，这个部长的老脸都被他给丢光了。接近520，是否有人觊觎国防部长的位置，所以放出这样的讯息，逼邱国正应该要下台？这当然也是耐人寻味。邱部长以建军备战的任务为职守，家庭事务会是需要来配合调查厘清。邱国正铁汉形象深植人心，过去他提到军纪事件态度都很强硬。我个人想对这个军纪案件，我基本上我观念没有家丑不要外扬的这种观念。邱晃年效法父亲走上军职，过去报考情报员派驻土耳其，2014年返台调任国安局，2019年和爸爸一起同在国安局服务，还曾遭指控有官说争议。而过去邱国正曾这么提到父子感情：你看打起来是怎么样？我就怀疑就问我，我跟你讲说你是一个军人的儿子，一旦台湾发生战争，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在家里等到老爸光荣归来，一个到战场上去唱老爸尸体。我听了一个掉眼泪。国防部长破天荒在镜头前哽咽，只是如今不知道儿子是不是还没上战场就先倒在温柔乡，没守住纪律。接下来就台北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将二度访问中国大陆，马办说台湾不是国家，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句话被绿营侧翼炮轰是哪一国的总统哦？对此呢，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晨他回击说，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这句话根本是台独的言论。如果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那干脆把中华民国政府给你的薪水通通吐出来。前总统马英九将二度访陆，行政院长陈建仁要马英九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马办说台湾不是国家，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被绿营跟侧翼狂炮轰，马英九到底是哪国总统？陈建仁院长跟这些民进党立委有没有搞懂？说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是台独的言论。如果民进党立委有这么多意见哦，奉劝他们把他们这几年领的中华民国政府给的薪水全部捐出来，或者是还回去。甚至有人指责马英九恐涉及叛国罪，网友狂炮轰：你先看看自己身份证，再告诉我台湾是不是国家？你叫赖清德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啊！世界上哪来的台湾国？民进党集体请辞建立台湾国好了。马办大回击，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才是叫叛国，绝对没有可能有叛国的问题，除非赖律师他认为他的国家叫台湾共和国，那他认为的叛国就是背叛台湾共和国嘛？去年马英九到大陆祭祖，在大陆的土地上面对大陆的官员大声说出中华民国，外界炮轰搞台独甚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怎么好意思回头骂捍卫中华民国的马总统？叫赖清德赶快宣布台湾独立嘛，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么不爽赖清德直接跳出来嘛，废掉他埋掉他，民进党不要再丢人现眼了。你要把台湾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很简单，你把国名改一改，不敢其实嘴巴闭一闭比较好。这马英九啊，就像一面镜子，很多的台独人士跟民进党人发现自己是国王的新衣没有穿衣服，没有一部宪法写台湾是国家，没有一件国际法写台湾是国家。民进党自然讲台湾地位未定论，什么叫台湾地位未定论？就台湾不是国家嘛。民进党执政8年，狂挑衅大陆，还想搞台独，如今还骂捍卫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是哪国总统？恐怕百姓才想问问执政者，心中是否根本没有中华民国，只有台湾国？记者张正敏、李选 ，SNG 小组台北报道。旺旺集团复路投产30年的时间呢，迈入30周年之际，特别选在了山东济南举办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28号在海峡两岸产业合作推进会上，再度签下了双方的合作战略。山东省长呢，这个周乃祥以及大陆海协会长张志军都出席力挺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他也用自身成功的经验，他呼吁台湾年轻人应该要重新认识中国大陆，放眼未来。请击鼓。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和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为庆祝旺旺集团进入大陆第一家工厂投产30周年，特别选在旺旺工厂的大本营山东济南举办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推进会。山东省长周乃祥也特别出席。旺旺是92年正式在大陆投资，93年是两岸顾问会谈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因此旺旺是一路见证这30年来顾问会谈的成果，为两岸带来的和平稳定交流与发展。旺旺也从90年代在台湾年仅3亿的营业额发展到今天已达到近300亿的规模，
可以说旺旺集团是两岸30年来交流发展的见证者。回首一路走来的点滴，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用他的例子鼓励台湾年轻人来大陆拼搏。台湾年轻人真的要找机会来重新认识大陆，了解大陆，相信你会肯定大陆的发展。我在此呢，呼吁台湾的年轻人，假如你是一个有想法、有能力、有企图心的年轻人，你应该找机会来大陆市场，创造你的未来。大陆海协会会长张志军也代表陆方致辞：两岸同胞应共担历史重任，要和平，不要战争。无论台海形势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本届30周年的庆祝活动，旺旺集团再度与山东济南签下战略合作，持续深耕大陆市场，促进两岸经贸往来。记者林贤佩于山东济南报道。高美湿地一生必游一次哦，不过现在传出了上游遭到了严重的污染，有民众投诉了高美湿地上游的大排被染成恐怖的血红色。好，就像画面中这样，整条河道绵延了2公里，通通变成红色的，严重的污染程度呢，让附近的农民气炸了，环保局也紧急前往检测。高美湿地曾被评为一生必游一次，美丽的落日举世闻名，但现在传出上游的河水遭到严重污染。这个已经放了哦，已经太红了，放一些去了，再重新再媒体了。整条大排全都被染成触目血色，宛如惊悚片场景，红色污水绵延2公里，当地居民怒急，生怕若流入自家农地，将遭到污染。环保局紧急派人清理河水，遭到严重污染的河边泥沙一铲一铲挖起，深红如血的恐怖颜色令人反胃。环保局沿着大排巡线追查，在上游的沟渠内发现遭到弃置的红色油漆桶，但作案的嫌疑人已不见踪影。初步检测河川水体结果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环保局也紧急检测遭污染水质，酸碱值、重金属数值都没有异常，也幸好目前不是灌溉时间，没有影响到农田灌溉。目前也在巡线追查凶手，最重将可处以3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韩志兴、陈志茂台中报道。台中北屯有一家知名的矿肉这个饭的店家哦，他们把生猪肉堆放在路边，任凭八哥啄食，场面超吓人哦。那么食安处发现了5大缺失，限期店家5天内要改善。虽然店家澄清了，他说他们是把猪肉退冰沥水，短时间内才把它放在户外，也强调会加强覆盖，但事实上2年前在街景图就拍下了，他们猪肉呢一样是放在拖板车上，没有任何的覆盖。半肥半瘦矿肉饭一咬入口即化，是许多饕客最爱。台中北屯这间矿肉饭主打24小时营业，晚上一堆人开双 B 各式名车来享用，殊不知有民众目击厨房外这一幕。3只8哥直接站在肉堆上，五花肉吃到饱，吃得津津有味，让人吓爆，就怕会不会带来鸟禽病毒。那个我一看我就不敢吃，很恐怖。不太卫生，这是刚好那个点被看到，真的是很无奈的，就是观感真的是很差了，我知道了。那个我们会加强处理，啄食过之后，那个部分你觉得会切掉？肉被啄食就会切掉，听起来似乎怪怪的。难道店家早对这件事习以为常吗？ Google 地图一看，原来早在2年前，他们猪肉就是这样放在拖板车上，同样没有任何覆盖。后续将派员无预警的前往稽查，届时如人不合格，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规定，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食安处稽查发现，店家油烟机、风扇积满灰尘，塑胶篮也有破损，还有苍蝇出没，也没出示体检资料，限期5天改善。店家强调将加强覆盖食材，但对顾客来说，看到八哥啄肉，早就被吓到，食欲全消。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到医院健检，等待批假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呼吸心跳，地点发生在彰化。有一名45岁妇人，她因为要换工作做这个值钱的健检，批假柜台前她突然往前扑倒，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被紧急送到了急诊室里面。原来她是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引发了心肌梗塞，经过治疗还好救回一命。
45岁林姓妇人在医院柜台前排队批假，喊一旁的人有说有笑，但下一刻只见她突然失去重心，往前扑倒。民众机警拉着她，但妇人瘫软倒地不起，因为此时她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意外来得突然，目击民众也纷纷上前帮忙，乱成一团。医院里发生突发事件，幸好不到两分钟推来病床，将妇人送进急诊室，及时救命。我就想换工作，然后工作要体检，他现在不能去的就请假，都请假。鬼门关前走一遭，妇人躺在病床上，相当虚弱。原来她为了多赚点钱，想换工作参加照护员训练，才刚做完之前健检，准备批假，却无预警往前扑倒，差点丧命。原来是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引发的心肌梗塞。然后刚好她发现，她就大喊说：“这个患者倒了！”一直，她说：“我们就赶快冲出去。”原来妇人根本不知自己患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虽然最近体重下降，加上胸闷头晕，没想到这却是要命前兆。幸运的是，她在医院突然发病，抢救及时，捡回一条性命。记者陈正伟、杨胜吴鹏新彰化报道。在屏东有一位饲主呢，把边境的牧羊犬送去了结扎，可是医生却在结扎之后呢，拿了铁勒式喷漆直接喷在狗上面，喷的这个狗狗哦全都是黑的。为什么这么做呢？竟然是为了省钱，因为呢边牧是属于民犬，结扎价格要3000块以上，这点让网友气炸了，炮轰这根本就是虐狗的行为。兽医拿起喷漆就往狗狗身上喷，这是在动物医院里虐狗吗？超离谱画面曝光，网友呛爆，很扯的医生看了好难过，没良心哎！就是拿黑色的这个铁勒式把它喷着黑色的狗，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米克斯。医生不管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怎么样，你在狗狗身上喷漆，这已经涉嫌虐待了。原本是黑白相间的边境牧羊犬，白毛通通喷成黑色，瞬间换了一个品种变米克斯。原来这只狗狗也是浪浪，但长得太像名犬，没办法免费结扎，才会出此下策。喂，小朋友，就把你喷黑，不然长得太像边境，补助不会过。啊，结果呢？我现在网络上被骂了，骂得很惨。当时就是因为没办法请啊，所以就问你有什么建议啊，所以就只能把它喷黑啊。兽医行为被网友骂翻，但他解释养狗的是一对老夫妻，靠鱼池为生，生活拮据，没钱结扎，兽医帮忙喷漆变身，想省一笔钱。因为结扎费用大约2500到3000，名犬更贵。虽然是好的出发点，但行为明显不妥，并且也没有告知饲主说他用的是一般的喷漆，可能就会有涉及就是骚扰动物。在饲主同意下，为了节省结扎费用，用喷漆把狗狗大变身，但喷漆的味道连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手术中的狗狗，真的让人看了无奈也心疼。记者屏东报道。感谢嘉龙小摊子还有月香公主的抖内，大家晚安，拜拜。